哎，那什么，师兄让我来找你说说话。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楚楚，我叫周斐，你叫我阿斐就行。 阿斐，你弟弟呢？我弟弟已经休息了，谢公子给我们找了个清静的地方，麻烦你帮我谢谢他。<笑>不用，他这人平日就喜欢这些穷讲究。阿斐，你和谢公子是熟识吗？之前见过一次面，这是第二次见面。 这就是所谓的有些人白首如新，有些人亲盖如故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臭味相投？不是。这个锁是我爹给我戴上的，我小的时候。 这个是别人送的，不好拿又不能扔，这样戴起来方便一些。你可知道，戴在女孩子脖子上的东西，必然是……必然是什么？你不是也戴了吗？我这个不一样，我这是爹娘给的。 没关系了，你要是喜欢呢，就戴着吧。哎，你看我这夜观天象，果然是准的。 咱们顺顺当当的跑出来了。你说的顺顺当当跟我们平时说的肯定不是一个意思。哎，你这要求太高了吧？你看，活着，能喘气，没缺胳膊没少腿的，能吃能喝能坐着，天下无不可去之处，是不是很好啊？这可没你的功劳。我要是听你的，一开始就逃跑了呢？这跑了也明智啊！我不说过了吗？ 不日，必有是非发生。你要是听我的话早走了，也不会碰到沈天舒他们。唉，虽然到时候我是先去见先生了，但是留着清风明月半花常开，我也算是功德无量了。我身高还不足5尺呢。 肯定不是树上开的花。哎，瞧你这记仇劲儿！不过现在虽然花是没了，剩下一个莽撞的小知己。有道是，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。嗯，算了，我还赚了。哼。 阿斐，吃东西了。嗯。
来，坐这儿。阿飞，吃鱼。等等，坐这儿，阿飞。你来坐这儿，我跟谢兄好好叨叨啊，好不好？来。谢兄啊，来，吃东西啊，谢谢啊。阿飞，你有样东西。阿飞。阿飞。哎。你干嘛？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出神？我在想，我什么时候能像我娘那样，和地煞、朱雀主他们，任何一个人能有一战之力？哎，你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，你毕竟是南刀的传人。你可别笑话我了，我娘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早就已经是48寨的大当家了。9式破雪刀可抵御千军万马，而我呢，我又能做些什么？人与人的境遇终归有所不同，每个人的机缘也都不同。你如今才刚刚下山，要与你娘一样，只不过是时运问题。你是不是觉着今日之战实在狼狈？哼，对。如今只是下了山，可在这山门间来去自由，可出了山之后呢？见了沈天树和穆小乔对战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手。我离我爹所谓的强者，还差了108000里呢。我想，这自由的强者，不在于文成，不在于武就。在于心。当然，如今江湖纷争不断，首先你要有自保的能力，才能保护他人，武功自然是越高越好。我怎么觉得你这么像我爹呢？甘棠宫，文采斐然，学识渊博。啰嗦。好了，不早了。早点休息吧。